今天做一道很不一般的豆腐料理，一块老豆腐炖鲜，再切成约 1.5 公分的厚片，红椒切丁，杏鲍菇、香菇切丁，秋葵切段，还有芒果也切丁备用。开始煎豆腐，先沾些盐和太白粉，翻个面，豆腐两面煎至金黄。之后加些黑胡椒粉，适量酱油膏，拌炒均匀。现在出锅摆盘，接下来会炒配料，秋葵、杏鲍菇、香菇翻炒一下，再入红椒丁翻炒，加盐调味，一点黑胡椒粉。现在加入芒果粒，再挤些新鲜柠檬汁，熄火，再加香菜末，最后点些香油，啊，太香了！出锅装盘，杏鲍菇、秋葵、芒果烩豆腐，好看又好吃。